第五课，我爱我家。生词，家，这，呢，藏，哦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家，这，呢，藏，哦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读课文，这是我家，我爱爸爸，我爱妈妈，我爱我家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王小华，你呢？我叫张小强。张小强，我姓张，我补藏。哦，对不起，张小强，没关系。练习，光，美，四，小明。不客气。她是我妈妈。你是医生吗？我不是老师，我是医生。他姓陈，他叫张小红，你好，你好。再见，再见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对不起，没关系。你姓什么？我姓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小华。我是学生，你呢？我
不是学生。爸爸、妈妈、妹妹、弟弟、家。他姓王。他姐姐是医生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我爸爸是老师。小华的弟弟不是学生。警察，哥哥，再见，什么，老师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再见。